苹果吃剩下壳了，就当然是给狗吃，是不是？哦，不用赚钱，不用赚钱。坐下，好，汪汪，汪，叫，不是赚钱，叫，汪汪，好，来，吃一个苹果壳，是不是超香？主人最爱你了，是不是？不然都不会给苹果核给你吃，是不是？啊，超好吃，拿住啊，咬住啊，啊！咬住啊，咬住！啊，吃吧。这只狗非常爱撒娇，就你不拿给它吃，它就不吃，你知道吧？就你要好好疼它，它感受到疼它，它来吃，你看。宠物等级满分。苹果壳也很好吃的，是不是？补充维生素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对不对？咬住啊！Cookie，地太滑了，太滑了，我来给，拿住。嘿嘿。汤圆是素的，苹果一概不碰。可能是这只狗比较好骗。觉得是它比较好吃吧。啊。拍到你吃完吧。
这么好吃吗？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吃完了，吃完了。吃完了，还没吃完，还没吃完，对呀，老师吧，真的是难吃到死嚼都要吃下去。说明他很危险是吧？再拿吃也要吃完。真的是不知道像谁，像他自己。就啪！脏死了，这么脏。